奶奶今天放假了，我想去苹果妹那里玩，可以吗？你写完作业没有？写完作业了。写完作业你就去吧，小心一点吧。好的，我带妹妹一起去了吧。交给我妹妹吧。知道啦。Hello， 苹果妹。Hello， 老弟。老妹。你好，你好。现在这里倒可乐给你喝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小仙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天。你几岁了？我今天六岁。那你叫什么？小月。我们今年就是兄弟了哦。嗯，握手。一百年不行骗，谁骗谁是大笨猪。小天哥，你想吃红薯吗？想啊。那我舅舅正在外面烤红薯，跟你去。走。这么大，我们两个一起吃，一人一半，看我的。等一下，先。真牛逼啊你！上来，我们去那边吃。走。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下次还来吗？来呀，下次你来我家，我给你做一盆菜，有火腿肠的不？可以啊。但是火腿肠有点辣辣的不？没事，我不怕辣。你这个熟不熟？我这个有点生。我熟了，兄弟，我吃完红薯就要回家了。你不能在这里陪我吗？太久了，我奶奶会担心我的。那可以，但是我也来你家玩。明天可以。你才刚说完就跑。